同修的第二个问题，虽然吃素了清修了，但是有时候还是给家人做荤食，同修呢想拜师，同修也自知自己业障重，问请问师傅该怎么办？他拜师啊，他要拜师啊。对，他想申请拜师。啊，拜师嘛，拜师好了。那拜师就拜师了。这算什么了？这也不是问题了。嗯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